相继的盘锦别样的风情。辽河口养育出一对儿女，召唤四方的朋友走进稻米之乡。在盘锦，稻草被赋予艺术价值，创造冬季旅游的独特景观，传递稻耕文化的深厚内涵。这里有用稻茬在大地上创作的吉祥图案，这里有用稻草在田野里雕塑的艺术造型。芝麻开门，走进冬季盘锦，领略稻艺四季，体验渔家风情。来自北京、天津和大连的三组家庭，来到辽宁盘锦大洼县的太平庄，玩转盘锦冬季稻草艺术节，住农家、睡火炕，全方位体验冰天雪地中的乡村乐趣。乡村的清晨空气就是那么清新。昨天夜里本来我计划看一星星，但是我失败了，因为天太冷了。可是却挡不住三组家庭的热情。昨天啊，他们在这里做了很多事儿。玩了手扶拖拉机，踩了高跷，还推了稻草。最重要的是晚上啊，还用大柴锅煮了一锅饭，吃的也很香。今天他们的挑战还将继续，还会体验更多好玩的内容。首先第一关内容啊，你必须要动起来，如果不动起来，你就有可能动起来。第一关的任务就是盯上钓鱼。冰上钓鱼乐趣多，每个家庭先要选择冰车、冰上自行车、轮胎爬犁等工具完成冰上赛跑，然后在冰面上凿冰钓鱼。1个小时之内，看看哪组家庭能钓上更多的鱼来。鱼呀鱼呀别怕冷，快到冰上看看吧。比赛开始，首先上场的是凯一家，他们会选择哪2种工具呢？大家讨论一下选哪个。你来这个哈，你来这个，然后。凯毅选择了冰上自行车，妈妈则爬到轮胎爬犁上，由爸爸负责拉动爬犁。其实这2种冰上工具都不大好驾驭，不过凯毅一家人显然是奔着好玩去了，并没有太考虑速度。对我来说的话，都把那个童年的那种感觉又找回来了的感觉哈，因为我们真的是好多年好多年没有见到这么厚的冰了啊，所以呢，就大家都玩得特别 happy。最终，凯毅一家到达终点用了1分50秒。你也很辛苦，你也很辛苦，妈妈最享受，妈妈最享受。虽然乔峰宇一家昨天玩得很开心，可是他们的成绩不太理想，目前排名第3。今天一开始，一家人就憋着一股劲儿，想要尝尝胜利的滋味。考虑到自身的劣势，他们决定采取一种最快速的方式，跑到终点。乔峰宇一手拽着爬犁，一手紧紧地抓着爸爸的胳膊，第1次尝试在冰上奔跑。抓不住也一定要抓住，抓不住也一定要抓住。第1次这么玩的话，就是说在北京从来都没尝试过嘛，感觉挺新鲜的。刚开始是不敢走，就在那块小泥的，还踮着脚尖这么走，生怕自己把这个冰给压碎了嘛。然后之后就是。渐渐的感觉，这个冰不会碎的。然后我爸妈就是，就是我们一块儿走的时候，我爸驮着我在那块儿给我玩漂移，真的感觉老爽了。乔峰宇家的策略显然很成功，他们最终取得1分09秒的好成绩。吴一展和爸爸妈妈分别选择了冰上自行车和冰车，由吴一展打前站，爸爸垫后，一家人配合默契，仿佛在冰上跳起了华尔兹。最终，吴一展家取得1分14秒的成绩。根据规则，上一环节的第一名曹风雨家有资格优先开始冰湖冬钓。他们在3个鱼塘中挑选了一个，就准备下到冰上。你拿着这个，行，好嘞，来来，来下来，来李鹏帮你啊，好。 趁着等待入场的时间，凯毅的父母赶紧跟严宋的爸爸请教钓鱼的经验。凯毅则有些着急，他很想在这次的冰钓比赛中获胜。1、2、3，加油！吴一展一家也显示着必胜的决心，他们已经迫不及待的要冲向冰面了。 乔峰宇的爸爸几乎没有钓鱼的经验，好在思琪思雨的爸爸李鹏叔叔是个钓鱼迷，在他的指导下，大家慢慢找到了感觉。瞧，只需要这么转转，厚厚的冰面上很快就打好了一个洞。你拿这个长刀刀子来，咱这鱼饵呢？哦，这叫红虫。对，这叫红虫。活的吗？活的。好，放里边。 嗯，虫子就掉下来之后，它把那个汁儿吧放下之后，它那个气味比较大，鱼就能过来。咱们钓鱼的时候，人冲着光，咱们面对着光，不要背对着光。接下来就是往鱼钩上挂上红虫作为鱼饵。李叔叔说，鱼怕响动，钓鱼的时候要安静，所以大家都不由得压低了嗓门儿。 还在等待中的凯毅好像回想着什么。那咱得打个眼儿吧，看看这眼儿是不是咱打。咱打完眼儿了。应该是我们打吧，从打眼儿开始。啊，打眼儿开始，咱得先找位置，从哪个位置有没有鱼群？这我能给你建议。OK， 来了。有了严嵩爸爸的指点，凯毅一家信心十足。 6、5、4、3、2、1，出发！把鱼钩放进水里，剩下的就只有等待了。可是乔峰宇和爸爸妈妈等了半天，也不见鱼漂有什么动静。在冰上钓鱼，我感觉挺有意思的，不像在夏天那种坐在岸边。 悠闲的喝着咖啡，吃着薯片，在那块钓鱼那样。此时，吴一展一家也开始了漫长的等待。严嵩的爸爸帮凯毅一家在冰面上找到了一个合适钓鱼的位置。现在，凯毅的爸爸开始用工具在冰上打洞了。 可是试了半天，好像没有效果呀。不好了吧？不好了。你看应该这样吧，这样。别！这回就对了。很快，这个地方的冰就被搅碎了，露出一个洞来。 拿小浪，把这个捞出去。用这个工具将碎冰凌挖走，就可以从这里下钩钓鱼了。马丁在德国钓过鱼吗？我要上来。第一次钓鱼。凯毅一家都是第一次来冰钓，刚开始他们都感到很兴奋。 可是等了好久，鱼也没有上钩。Es war fast ein bisschen schade, denn unser Sohn KI hatte sich besonders auf das Eisfischen gefreut. Er angelt sehr gerne und er wollte unbedingt wenigstens einen Fisch fangen. 听起来冰钓好高大上哈，等真正钓起来，发现其实不是那么享受。如果你不是特别热爱这个运动的话哈，那是还挺考验人的意志的。因为冰冷冷的状态上，马上就什么都不干，就看着那个浮漂，然后就等着它往钓钩。就是越来越失望，越来越失望的这种感觉，嗯，然后我觉得对孩子来说的话，也是一种考验，就是不知道结果在什么地方，啊，这种感觉。经过漫长的等待，却一无所获，孩子们都不免感到失望。不过，能够有机会了解和体验冰钓，在偌大的冰面上亲近自然、玩耍嬉戏，又何尝不是一种值得回味的有趣经历呢？这个环节，三家各加6分。现在凯毅家总分34分，吴一展家30分，乔峰宇家26分。钓到了吗？钓到了吗？嘿嘿，我连动都没有啊！其实啊，冰钓我觉得最大的难度就在于等，因为你是在冰上等，天气很冷。再有，鱼也是一种休眠的状态，它并没有那么的活跃，所以在冰上钓鱼啊，耐心是关键。三组家庭都展示了足够的耐心，也有他们的收获。现在我想站起来，太冷了，哈哈！冰上钓鱼的任务他们已经完成了，那么接下来他们要进入下一个任务了，是什么呢？齐心协力运稻草。在80米赛道的起点，有3个用稻草捆摆出的稻草人图案，每个家庭需要将这些稻草捆运送到终点，并且摆成原来的形状。在稻米之上的盘锦搬运稻草是当地农民秋冬季最常见的一项活动了，你知道吗？为了布置盘锦2015冬季稻草艺术节会场，人们用了近300吨的稻草，无论是做成稻草雕塑还是大地图画，都是大家齐心协力搬运摆放的结果。今天三组家庭也要来体验一下。贝贝，你拿1捆拿2捆，你拿这个拿1捆能拿动吗？拿不动，我拿不太动。我觉得这个比赛说难也不难，说简单也其实也不简单。看上去那个稻草要一根稻草多轻啊，捆成1捆都得沉的我都快要，我自己压根都提不动的。搬运稻草的比赛对乔峰宇一家来说似乎难度更大。乔峰宇的爸爸紧张地思考着对策。我觉得是先把这个放好，然后再放外面嘛，你好放。贝贝拿中间的小捆，我们俩拿外面的大捆。这一边，凯毅的爸爸提出，应该按照部位一点一点的扛过去，这样就不会错了。可这到底是不是一个好方法呢？一声令下，比赛开始。吴一闪一家3口争先恐后的搬着草垛。爸爸运用扁担一下挑起2捆，看起来相当轻松。次数吧，就加大1次的运输量，所以我第一次我一下就拿了3捆稻草，然后被你拿了1捆。妈，你别跑啊！我上去了，真的是重起来。啊！你是腿还是鼻子？啊！你们往回走。刚开始的时候我就想，我们做好一个定制管理，就是我从哪拿的稻草捆，我放到那里去，放在哪，就是一次一个。哎。刚开始，凯毅抱着1捆草一路小跑，很快速度就慢了下来。现在就只能用走的了。就摆这儿就行。这么远的距离运送这么重的稻草，对体力可真是一个考验。加油！我去，我去！瞧，妈妈已经气喘吁吁了。 凯一家严格按照每捆稻草原来的位置进行摆放，因为怕把稻草的位置弄错了，所以有时候他们每人只搬运了一捆稻草。这样做是不是效率不太高呢？我们因为都在集中，谁拿什么，比如谁拿头的那个部分，谁拿眼睛、鼻子什么的，我们开始讨论就在这儿了。所以我后来一拿起草来，发现我们就心有余而力不足，因为真的是一个强大的体力活，而且就是用的，因为考虑就比较精细嘛，就是。 都是一捆一捆的搬过去。显然，吴一展家和乔凤宇家都是以怎样运的最快为目的。瞧，他们每个人每次的搬运量都不少呢。吴一展一家不愧是运动之家，看上去大家的体力都很好。妈妈一上来就搬了好几大捆草，累了。啊，这小着呢。可能是太用劲儿，感觉累坏了。啊！咱们这堆的是最多的。这拿别讲了。它是放哪我都不知道，这是哪的？这是哪的？头型。好的。妈妈真想歇歇，可是她还是奋力起身，搬起草捆向终点跑去。到游戏中途的时候。 累的已经，大脑已经有点缺氧，然后后来我们三个就开始分工，他妈妈负责去想图案，体力活主要还是由我来干。吴一展显示出小男子汉的气概，一刻不停的奔跑搬运着。见这捆草太大拿不动，他就敢用拖的办法。 哎呦，你可不要把草拖散架了！此时比赛进入到白热化，尽管已经很累了，乔峰宇和爸爸妈妈都在尽力奔跑着。一旁观战的思琪和思雨也被热火朝天的气氛感染，使劲为乔峰宇他们鼓劲呐喊。 可以吗？累是正常的。你就放到后面就行。做事认真的凯毅一家，严格按照事先在起点记住的稻草人的每个部位进行摆放。 力求最大限度的还原。不仅如此，爸爸在起点每拿起一捆稻草，都要仔细记住它的部位，然后再将稻草运到中间，告诉凯毅和妈妈。可是有的时候，爸爸运过来时，凯毅和妈妈并不在这里，因此他们要想将每一捆稻草严格按照原来的位置摆放，显然就要耽误更多的时间了。我要拿两个。 过来了吗？手还没弄完啊！脸应该是这个了。什么手啊？肚子啊！肚子，这个是肚子，这两个是肚子。我知道他已经是老 K 了，你问他那个掰，多少掰呢？肚子是这的，肚子是这的，不是这肚子。他咋个咋？Aber dann kommt der noch zwei. Ja, da kommt die große Beine. Wunderbar. Okay. 电视机前的你是不是也替他们着急呀？一旁的小伙伴赶紧给他们加油吧！这一次，爸爸用扁担扛起的这两捆稻草是最重的，他打算直接把它们运到终点。凯毅爸爸可是从没有用过扁担，他能行吗？ 蓝队这边，乔峰宇的爸爸也正向每捆重达50斤的两捆草垛发起冲击。最难的一段呢是那两捆大的草，那个是太重了。 那我就肯定用扁担来挑了，但是那个扁担呢，我的个儿又不高，所以这个扁担我挑起来了以后呢，这个柴垛还在地上，就根本就挑不起来，所以我就在那耽误点时间，就把这柴垛要拼命的卷，把这个扁担把那个绳啊就绕上去卷，使的劲儿还用了一多半了。 看着爸爸步履艰难的样子，乔峰宇很是心疼。那个谁，圆圆说：“说你挑过担吗？我从小到大我真没挑过担。”他说他以前挑过水，所以说他来挑。好心疼，我当时也泪流下，让他来挑。 好，我帮我妈拉一个。好累啊！ 妈，慢点，没关系，咱们不着急。别拍了，兄弟。我爸爸他也算是不沉的一个人，他才140斤，我不知道那100斤啊，我就是在那块一看，我爸在那块呲牙咧嘴的，肯定很沉啊。我跑过去，我怎么也搬不动的。 我爸踢到半边，给了我妈，我妈又咬着牙又跑到这里，然后给拼上的，这个也算是一点团结吧。我爸爸妈妈也算是团结的，我们也是团结的一家人。这是放腿的，来把它放到这儿，然后。 因为搬运过来的稻草基本上都是一次到位的，在结束全部稻草的搬运之后，收获调整，乔峰宇一家第一个示意完成了比赛。你又放了这两个胳膊3条腿，好了。来，在这个艰难的项目中，一开始并不被看好的乔峰宇一家人，居然第一个完成了任务，用全家人投入的努力，为自己赢得了胜利。 吴一展一家最先完成了稻草的运输，但因为事先没有摆放得很好，他们浪费了一点时间重新进行码放，并第二个完成了任务。做完太累了，好的都上不来气儿。1、2、3，加油！凯毅的爸爸很有气力，他一下子搬起3捆大草垛，结束了全部稻草的搬运。 哎呀，真是好事多磨，中间又出了小麻烦。Am besten fand ich eigentlich diesen Strohwettbewerb, weil einerseits mussten wir bei diesem Wettbewerb das ganze Stroh von einer Stelle zur anderen Stelle bewegen und zusätzlich aber dann diese Figur nachbilden. Ich fand diesen Wettbewerb sehr, sehr spannend. Eins zusammen, gell? Eins zusammen nur. 这是一场考验体力，也显示家庭凝聚力的比赛。在这一环节中，乔峰宇家发挥出色，获得第1名，总分也在慢慢拉近。现在，凯毅家总分40分，吴一展家总分38分，乔峰宇家总分36分。老师，杨老师，盘锦盛产螃蟹，对不对？对。哎，这是为什么呢？怎么回事呢？因为盘锦，槽沟遍布，就是到处都是槽沟、河流。 所有的坑塘里、河沟里到处是螃蟹啊！这个河蟹呢，就是每年的到了8、9月份的时候，这个河蟹呢就是最肥的时候，这时候呢人们就可以进行这个捕捉河蟹，进行这个食用。这个食用河蟹呢都有几种，一个是呢把它就是蒸了、煮了、炒，或者做河蟹豆腐。河蟹豆腐就是盘锦的一道美味佳肴。哦，好，想吃到美味的螃蟹，别着急，你得先会把它捆上。杨老师，我这样捆的对吗？这个捆的不太对，对不对？太繁琐了，你这捆的。没错。实际上就是一根稻草就可以把它捆起来。哎，实际上一根稻草就可以把它捆起来。所以，刚才啊，我不是很诚实，其实我没捆过螃蟹，所以我通过亲身的体验，我告诉3组家庭，想把螃蟹捆好可没那么容易，同时还要小心它的大体啊。3双手对8只脚，稻田螃蟹是盘锦的特产，但是绑螃蟹可不是一件轻松的任务。3双手对抗8只脚，看看哪个家庭绑好的螃蟹最多。我们先请专家来给大家做个示范。站着不能站着，不容易夹到你。首先要将螃蟹刷洗干净，然后再用草绳进行捆绑。给这个腿呢，这腿要一定要摆放整齐的时候再往上推，看着啊。放完之后，这个他俩那个熬炉。要用手给它摁住，在绑的过程中啊，要拿这个绳啊，一定要缠到这个位置，要不然熬珠容易出来。到这个时候，看着啊，拧一个劲儿，给这边打个结。瞧，这样一个螃蟹就绑好了。电视机前的你学会了吗？接下来就要看我们3组家庭的表现了。比赛开始了，凯毅一家分工明确，爸爸负责把螃蟹刷洗干净，然后传递过去，由妈妈负责来进行捆绑。瞧，这一只张牙舞爪的螃蟹看上去很难控制，妈妈小心谨慎地按照刚才专家教的方法，好不容易才把它控制住了。赶紧拿出绳子来，把它五花大绑吧。不错，第1只螃蟹捆绑成功了。旁边的吴一展家分工显然有所不同，吴一展负责刷洗螃蟹，爸爸和妈妈同时开工捆绑螃蟹，希望这样进度会快一些。不过好像也不一定哦，怎么回事？还有1只逃跑了。好，停。夹住了。你别动。快给个剪子，让他夹剪子。你别动，你给放水里，把手放水里。把手放。把手放水里。不要碰它啊！它也放不开。好了，但是不戴手套。这，你上那儿吧。来，把手套戴上吧。啊！妈妈。哎呀，凯毅妈妈的手也被螃蟹夹住了。带点水，你不用那么快。是不是使劲儿他？来，放水里，水来了，夹到它的时候一定要把手放，不要碰它啊！但是你要被夹到的时候不要碰它，就你这么拿了，你看这个手推着它，这个手往后一点就夹不到了，看到没？这个手一定要给它摆放整齐之后，完了一推。那个螃蟹很有意思，它咬完之后它不松口。然后这也是我第一次经历，其实我是第一次被螃蟹咬，然后呢咬完之后的话呢，后来专家过来说你要把手松开，放到水里边去什么样子的。那么对我来说的话，这也是学到了一个就是应急的这么一个能力哈，我觉得这个对我来说是一个意外的收获。如果是你刚被螃蟹咬了手，还会继续在这里绑螃蟹吗？吴一展和凯伊的妈妈都很勇敢，我们应该给他们点个赞。这只螃蟹看上去很难对付，尽管如此，凯伊的妈妈还是沉着细致的在做着手头的工作。我来，就给它摁住啊！这个手能不能给它往上一点？哎。现在比赛已经过去了一半的时间，凯伊妈妈的动作好像越发熟练了。她有条不紊地对付着一只又一只的螃蟹。乔峰宇的爸爸是上海人，他好像跟螃蟹很熟，他绑螃蟹的样子也很专业。不知道乔爸爸从哪里弄来了几根稻草。用稻草绑螃蟹，更显示出他的技术是相当的娴熟啊！乔峰宇的工作看上去很简单，就是按着螃蟹，别让它跑了。加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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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虽说简单，小姑娘那也是相当尽职尽责的。那手套特别麻，我这都撑不上去，我只能是手上隔着这么长的一块，在那块跟那个女妖精似的，然后就在那块呼的，在那块死摁着螃蟹。还有3分钟。不许乱动！就这样，一家人有的管喜，有的管暗。他们面前绑好的螃蟹很快排起了队。让我感觉不算是什么难，是因为我爸爸从小包粽子，练出来的手艺。凯伊的爸爸从没有试过绑螃蟹，他也想尝试一下。哎呀，太难了！吴一展妈妈的手被螃蟹夹破了，一直有点隐隐作痛，不过她没有丝毫的懈怠。看他们家通力合作，真绑了不少的螃蟹呢。28个，咱属于蓝队啊，蓝队绑了28个全合格啊。专业和谐哦。红队是一共是23个，21个准准，腿没绑住。你看见没？但他在一挣扎的时候，他自然而然他就开了。黄队是一共是15个呗，勇敢团队。15个14个合格。这一环节，乔峰宇将轻松取胜，将总分和其他2家追平，都是46分。吃一点都不难，但是想吃稻蟹没那么容易，因为捆稻蟹是个技术活，有技巧的，大家还要继续的学习。不过你们已经很不错了，哈哈，我还要继续努力啊！接下来我们还要和稻草一起玩。4，鲜鱼肥蟹赛厨艺，盘锦地处辽河口，各种海鲜河鲜可是餐桌上的主角。在这个环节，3个家庭要以鱼和螃蟹作为食材，烹饪出2道拿手菜。每个家庭的作品最对乡亲们的胃口，就能获得这个环节的优胜。上网查一查这个香辣蟹怎么做，我们做的香辣蟹啊，蟹壳长得有的就跟咱们吃的香辣蟹一样。做完了以后一上桌，味道上好不好看咱们不说，你看壳子好看，都在一个完整的壳都罩在上面，都是红的，完全好看。那行，我来查，让你查一查。乔峰宇的妈妈和爸爸不仅商量好今晚的竞赛菜品要做香辣蟹，还决定做大锅炖鱼。他们俩干事都很麻利，于是一家人说干就干，分工合作，一切进展得很顺利。现在准备一下辣椒就可以了。不过，就在垮炖鱼已经顺利出锅，香辣蟹准备粉墨登场的时候，却出现了令人意想不到的一幕，并因此彻底破坏了夫妻俩最初的完美设想。我一想起来我妈把那火收起来，我就想笑。在热锅后准备炒螃蟹的时候，不知怎的，锅里冒出了大火苗。虽然乔峰宇的妈妈镇定地将螃蟹倒进锅里，但螃蟹的色泽，就可想而知了。你还搁它干嘛呀？这是做底菜的。对了。接着，辣得呛人的烟雾弥漫了整个厨房。 赶紧放我去吧！我呼吸一口新鲜空气。肯定，他没有别的胃口，他的胃。最后出锅的乔家香辣蟹是这样的。就是我们家的那个螃蟹，虽然是其貌不扬吧，就是那个跟两个黑炭似的，浑身上下都是那样的。 真的不太好看，但是味道真的是不错的。昨天柴锅煮饭的环节中，吴亦展家力拔头筹。吴亦展的爸爸和妈妈准备再次大显身手。螃蟹清蒸吗？清蒸是不是太简单了啊？那就改成炒蟹。真的螃蟹不？啊。不过，在做姜葱炒蟹的流程上，爸爸和妈妈产生了分歧。今天就是在浪费时间，不错。马上就开了。先炒吧，别浪费时间了，都已经蒸上了。到点了就结束了。这都结束了。 昨天呢，这么你还能一动一个做熟啊？你还能不做熟吗？高明不行。我的想法就是那个螃蟹就不用蒸了，切一下，完放锅里一炒就可以。我老公他就一直很坚持，我要蒸熟了以后再炒，炒吧。对。最终还是吴亦展的爸爸做出了妥协。 半生不熟的螃蟹被端出蒸锅，下到油锅里。干嘛？在魏仁松家，凯艺的妈妈正在做拿手的啤酒辣酱炖鲫鱼。哎呀，看起来就很好吃的样子啊！来，再给点啤酒，马丁把啤酒倒这里。一瓶。不用一瓶，大半瓶。来，帮你。 使劲使劲倒，没事儿。啊。来，把啤酒瓶子给我。接下来要准备弄螃蟹了。能拿我们帮你吗？那你这样吧，你过来帮我蘸那面粉吧。你要想的话，这个，那你不多呀。 可以吗？哎，海燕，你还去刚才那个超市给我买一袋麻辣的那个火锅底料。麻辣香锅底。你要做啥玩意儿啊？麻辣烫。你做麻辣烫这个就行。火锅底料。 这就是火锅底料，这就行。哇，好香！哇，妈妈做的很香。真的很香哎，你看看多好的颜色呀！这还有你的成果呢。我尝一下。怎么样？ 好吃，好吃啊！味道如何？吴亦展家选择做的鲫鱼豆腐丸子汤是道需要慢炖的菜，可惜规定的时间已经到了。因为时间来比，刚开始的大火，就是最好就15-15分钟的话，多炖一点，时间一长，味道看着好。我靠！拿来啥呀？ 你这有铲子吗？就拿一个铲子。你鱼断了，怎么就用不上？现在各家做的菜品都摆上了桌，评委们每个人2个稻穗，他们将分别把稻穗投给自己认为最好吃的那道鱼和那道螃蟹。这个蘸点汤不汤？这个也都挺香。在这个环节中，乔峰与家得到的稻穗最多，名列第一，还一家紧随其后，无一展家名列第三。最终，乔峰与家实现逆转，以总分56分位列第一，海一家和无一展家分获第2和第3名。比赛虽然结束了，6个家庭之间却相处得更加亲密热烈。3个盘锦的家庭也纷纷把拿手菜端上餐桌，要让客人品尝一下盘锦辽河口农家菜的味道。活鱼、肥蟹、新米、鲜菜，而客人们品尝到的不仅是正宗农家菜别具特色的鲜美味道，更是乡亲们的心意和热情。为我们的友谊啊，为我们的相识，为我们的这个一起的愉快的2天，干杯！好，干杯！各位，干杯！冬季的盘锦，别样的风情。辽河口养育出一对儿女，召唤4方的朋友走进稻米之乡。在盘锦，稻草被赋予艺术价值，创造冬季旅游的独特景观，传递稻耕文化的深厚内涵。这里有用稻茬在大地上创作的吉祥图案，这里有用稻草在田野里雕塑的艺术造型。芝麻开门，走进冬季盘锦，领略稻艺四季，体验渔家风情。今晨是一天的开始，但是我们的8项任务都已经结束了。相信3组家庭通过这8项任务，通过这些天在这里的体会，一定收获很多，有快乐也有艰辛。同时我相信他们也会更加的爱自己的家。哎，那现在任务都完成了，他们就要离开这里了，又会有什么样的场面呢？清晨，一层薄雪覆盖了盘锦太平庄村。到了告别的时候了。离开之前，乔峰宇一家决定帮思琪、思雨家做一件事，来回报他们的盛情款待。这就是帮他们把散落在院子里的鸡赶回鸡窝。听起来很简单的事情，真干起来好像也并不容易。来，你从那边，你从那边，把它往这边。我不信，我抓不住。来，对，你从那边往这边量。好。来，来。毛都立了。这下把他给那鸡吓着了。还有一只大公鸡呢。孩子们走到这边，这儿啊，孩子们走到这儿。我们就在这里交流。厉害呀！往这边。决定把自己心爱的足球送给弟弟，弟弟因为足球选择了自己，足球应该是对这段缘分最好的纪念。然后，对我们的电话联系。我寒假的时候，你要是有时间的话，你上我们家玩。然后，啊，我也没啥给你拿的，我给你抓大公鸡。啊，你看你阿姨太客气了。这也是东北农村的风俗。一只神气十足的大公鸡，代表了长辈对孩子的祝福，健康成长，出人头地。2天的农家生活给凯毅留下了美好的回忆。他决定用最有中国特色的方式表达自己对魏延松一家的感谢。对了，剪纸。 快到春节了，亲手剪好淡红色的剪纸，祝愿严松一家的日子越来越红火。满意吗？好看吗？这奶奶的房子，所以你要问奶奶这房子好不好看？多漂亮，真的不错啊！可以，好 ，OK 了这回。这回我给你调 OK。 而凯毅的爸爸则遵照德国的习俗，将自己最喜欢的一支红酒送给主人一家，感谢他们2天来的殷勤款待。新年的时候可以喝。好，谢谢。我给我的他们手续。我们说谢谢啊，我们谢谢你们这几天的那个款待啊。哎，希望像我们处的跟一家似的。嗯。希望你们将来常来常往。这是我们自家产的参军新大米。 这两天听说你们吃这个大米挺香，挺可口。完了，给你们捎回一袋啊，是我家的。谢谢啊，真是谢意，好吃啊。OK， 哎呀，真好吃。牵你的手，